小朋友的第一次喊、第一次讲嘢，甚至是第一次大尿，对父母来讲都有着特别的意义。陈海琳呢日出席品牌发布会，就话呢日啱啱第一次帮 B B 剪头发啊。因为啱啱今日就有个发型师过嚟屋企帮我 set 头，咁跟住我哋就见到 B B 嘅头发，依旁边都真系长咗啲咯，可以收一收。咁我就负责抱住 B B， 跟住发型师就帮我去剪咗两撮头发咯。咁之后我就自己好快手咁样咧，就袋住嗰几条头发，因为我觉得想即系有翻呢个第一次嘅留念。看嚟其他的第一次 ，Grace 都会帮 B B 好好咁样记录留念啦。我觉得我会啊，因为作为妈妈，觉得呢个是一个好重要的时刻啦。咁可能就算将来 B B 睇到，可能佢都觉得其实妈咪又唔使嘈嘅，好无聊啊。咁样，但系自己都开心啲咯。